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愿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，愿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，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，愿世间和平多过于征战，愿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，愿世间谦逊多过于骄慢，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，愿世间良善多过于显然，愿天空保佑最初的蔚蓝，愿心量如海被点点拓宽，愿生命随缘聚散，随遇而安，万物都回归。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说，玄奘法师之所以能够成就玄奘法师，是因为他准备的这么丰富，这么样的齐全，要用生命去印度取经，居然让他碰到一个老病比丘，他放下一切先照顾他再说。连旁边的侍者都跑掉了，连护持他的国王都说，你不是要去印度取经，你管那个老人，你赶快去吧。玄奘法师说，不行，这样我取经没有用，这是我的因缘，所以他留下来照顾他三个月。请问那一位老病比丘是谁啊？观音菩萨。为了给玄奘法师能够降服磨难，再到从我们中国到印度所有的磨难传给他《般若心经》梵文的这个，让玄奘法师能够突破各种的苦难。所以各位，你千万不要说因为我要修行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苦我先放掉，我修行比较重要。所以大乘佛教是在帮助众生中间完成的，离开众生不可能成佛。佛教讲空不是离开这个世间，佛教讲空是融入于所有众生，融入它，但不执着它。所以你讲空，如果舍弃众生，离开悲心，你这个叫邪见啊。所以离开因果，离开悲心，在追求空性，那还不如不要修，因为那叫邪空。所以在这一点，各位现在有家庭，有先生，有太太，有父母，有儿女，有亲戚朋友，有公司同事，你要在他们身上完成你的修行，要把事情做好啊。有一次我去一个女居士她家吃饭了，然后弄了老半天，一出来我们这几个法师都翻脸了，为什么？难吃啊，是不是？是哪这样招待我们呢？早知在外面吃完再来啊。她忙着修行不搞这一套的，她老公说，对不起，我都自己煮了，她还煮给你们吃，不错了。因为她忙着修行，这个不是佛法啊，佛法三德六味可好吃了啊！供佛机身，你一定要弄最好吃的供佛，对不对？前面的花漂不漂亮？插花的人你不得了了啊！你要漂亮好几辈子了。你这个花不是拿去供，这是给佛教徒一个庄严，对不对？让诸佛菩萨欢喜，这个就是佛法。你不要说对不起，这个我不会，不会也要看漂不漂亮。要会看，所以我常说，什么叫佛法？好吃就是佛法。这样了不了解啊？所以你拿东西给师父吃，最好自己先接触一下。第一个我不吃炸的，第二个我不吃辣的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了解对方胃口啊。
啊，所以因为什么？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他的好，念经、修行，你要觉得让你先生、你太太觉得好棒哦，好棒哦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老婆就修行一下，变一朵花了，又开始爱我了，变小鸟了，不是乌鸦了，啊，因为他开始在修行了，越修越美啊。老和尚装不庄严啊？老才庄严，世间上老都不好看，唯有老和尚是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很庄严嘛。啊，我的师父如虚长老、真华长老、觉光长老，我被他们感动啊，五体投地，我没办法做到他们这种悲心呢、啊。啊，我师父只要跟我讲话，就牵着我的手。我的师父的手没有骨头了，要兜率绵手，没骨头了，你摸不到他骨头了，他就牵着你的手，海涛啊，就是这样，你心就软了，啊，所以因为他是这样跟我说法的，他不是骂你，啊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师父永远活在我心里，他跟我讲的每一句话，我没有忘掉半句话，没有忘掉。所以每一次我离开我师父的说法的时候，就他的声音就出来了，海涛啊，我就乖乖，师父你来了啊，因为他用爱让我们成长，因为大乘佛教的特色，包括我师公也是，海涛啊，听说你最近修密宗啊，我说对啊，有吃肉吗？没有。有双修吗？没有没有。那没问题，要不要去极乐世界？去啊，那继续修修。你看多合理。其他老和尚还带我去，海涛法师你干嘛修密宗？骂我老半天，哇，好在你不是我师公。为什么？佛法是爱人的方法。他说我看你那个样子也不是很坏。我看你修的也不错，所以别人都来给我讲你坏话，说你修密宗。啊，我说那师公，你对密宗，密宗也是佛法了，不要吃肉就好。啊，因为教派没有高低啊，重点是悲心呐、啊。所以，因为这老和尚非常合理，但是有我的师兄弟就不一样，跟我吃饭就离我远一点。这小子修不一样的，啊，这小子没有专心修行，杂修。因为我一下跑去缅甸，一下跑去泰国，一下跑斯里兰卡，一下跑不丹，你累不累啊？啊，所以那我说，哎，这师父交代了，叫我们参学啊，各民族、各文化、各宗教都要了解啊，啊，因为你不要看不起。所以我师父叫我去韩国住一阵子，而且住在一个韩国大和尚的家。问题是什么？他居然娶两个太太，我去才知道。我就有一点，师父干嘛叫我来啊？等我要离开的时候，我拜他拜三拜，我拜他拜三拜。为什么？第一个娶的是人家抛弃的，很可怜的；第二个娶的是一个有一点残废的，所以他把他娶过来。娶过来以后照顾他们，而且韩国的和尚潮汐中大部分都在山里面，很少去度众生。但是这位法师虽然娶两个太太，他很努力的在影响老百姓学佛，所以我师父去叫我去住两个礼拜回来，我也跟我师父拜三拜，我说师父谢谢你改变我毁谤佛法，因为我以前都会讲，哎，这个不是出家人，那个吃肉那个结婚不是出家人，所以佛陀讲一句话，你不是他，你也不是佛陀，你不要批评他，因为你不了解他啊。如果你了解他，而且你又完全懂了佛法，那你来告诉他还有道理。所以为了现在不是度众生的时候，现在是了解众生的时候，接触众生的时候，等你圆满成佛了，有一个圆满的佛陀的智慧跟能力悲心，你才来说他对跟错可以。所以在这一点，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蛮聪明的，啊，但是我发觉现在有很多人会讲一些听得不舒服的话，啊，那我希望各位
不要说好不好啊？我师父做一个比喻啊，记下来。我师父说，地上如果有大便，要不要吃？哦，no，没有人要吃。你嘴巴背后讲别人缺点，那就在吃大便，很臭的。所以各位，做妈妈的千万不要跟女儿说你爸爸对我多不好，千万不要说。啊，就算你们俩离婚了，你要说感谢你爸爸。啊，你要感谢他，所以而不应该去讲负面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全世界外面脏还没关系，心里不要脏，嘴巴不要脏。所以不要去记别人的缺点。三好运动，问一下，老公好不好？不太大声。再问一次，老公好不好？老婆好不好？儿子好不好？老板好不好？国家好不好？中国一定强，因为好心看什么都好啊。佛教的重点，万法自心显现，外面的世界是你的心的反应而已。所以你心清净，世界就清净；你心不清净，你看到都是别人的缺点。如果你内心有悲心、有空性，一只猫你都可以跟它学很多。如何像猫这样没声音啊，这么专注，皮肤呢啊毛这么干净，你要学它的优点，同情它的缺点。你不能说哦，我在念佛，管你什么猫？猫现在在你面前呢，它就是你要念佛的对象。由这只猫念到所有的猫，由四只脚的动物变成牛羊，你要帮他们念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希望他们得到离苦啊！所以现前每一个因缘都是你的助缘，不要排斥。生病啊，快乐啊，发财啊，所以都可以成为修行的助缘。你要把握，念一下借假修真。世间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、假的、虚幻的，不太容易理解这个啊。因为我明明认为爱情是真的啊，有钱是真的，儿子那么真，那拉得多爽啊！啊，牵着他的手走路多快乐啊！但是你要说是个假，意思是说不永恒，它会变化的，它没办法主宰的，它只是一个感觉，它的本体是虚幻的、空性的。你要经常告诉你这个，不然你会抓着不放。就像一个女人去爱上一个男人，她就是抓着不放，啊，她没有看到他很痛苦，看到他又要跟他吵架，这叫女人，你懂吗？啊，因为她没办法控制。当一个人有感情的时候，他像精神病一样，他没办法控制，啊，但是所以你要理解，但是智慧它就是你看到真相，你很平静，智慧叫平静。什么叫智慧？念一下，接受一切，包容一切，心如虚空，融入一切。所以空可以装下任何东西，空可以进入任何一个东西。所以讲空性，你就跟万事万物合在一起了。所以各位，哪一天你看到别人，你要说，你是哪里人？中国人？你讲错了，澳洲人。啊。所以我师父说，修行要修到没有血型，人家看不出来，算你厉害，因为你没个性，人家猜不出你从哪里来的。啊，你修到很融入于当地的一切，但是我们这个融入叫什么？来，南无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修行要修行，修到你像阿弥陀佛，别人看到你，哎呀，你好有气质哦，啊。你好慈悲哦，你好自在啊，因为你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有一次在机场，有一位他们盖护照的，他会讲中文，好像缅甸，你哪一国的？我就问他，极乐国。他瞪我两眼，我真的，我极乐国来的啊，就算我没从那边，我要从，我故意要跟他讲的。然后你跟他开玩笑，我是佛教徒嘛，我念阿弥陀佛，当然我叫极乐国来嘛。啊，那是各位，各位哪里来的？台
极乐国啊，因为睡觉就要天天回家到极乐世界，睡觉就要放下，睡觉不要把今天的烦恼，睡觉不要把背包背着睡觉，睡觉的人要把背包放下来，对不对？不要带着烦恼睡觉，今天我跟你吵架，明天睡醒我就忘了，这个叫修行。你不要说我明天找你哇，你这个人多歹命啊，怀着恨睡觉啊。所以各位修行要念一下放下再放下，因为一切都是虚幻的假的，一切都空气一样，空气没有一只鸟飞过天空会留下痕迹的，知道吗？但是偏偏你在心里留下多少痕迹啊，我爱你，我恨你，我想你啊，从这辈子上辈子想到这辈子还在想啊，就像我看我妈妈爱我大哥，就想要把他整个吞下去这样啊，他爱我大哥，他不爱我爸爸，他看到我大哥就眼睛就张开，他看到我爸爸就看地上，我不跟你讲话啊，因为大儿子永远都是妈妈的最爱，相不相信？真的哦，大女儿是爸爸的最爱的情人，所以大女儿要嫁了，爸爸会躲在后面哭哭哭哭哭哭得稀里哗啦的啊，因为有这个情跟爱他才会来投胎，知道吧？所以各位你要想清楚，投胎家庭那是一种感情，感情就是一种束缚，所以我们叫出家，出离感情的束缚，出离金钱的束缚，不是叫你离婚啊，就是说用不执着的爱去爱对方，用慈悲接受去爱对方，好不好？这叫修行。你老公打麻将，你就负责在后面，那么狠那那那多那爷爷，那么欧爷，然后又倒大杯奏茶，他保证赢钱，赢钱没关系，分一半，我帮你修功德。你不要在后面念念念念念，然后输钱回来，啪，都是你。念头影响人，知道吗？你接受他，他就打得很稳了。老公，你去打、啊。要赢钱啊，我先睡啊，啊，我祝福你啊，我帮你念经啊，哇，你老公那边打我最伟大，你们都骗了我老公，我老婆叫我出来打的，有老婆的加持呢，啊，因为你对他好，他就觉得这没什么，你不对他好，他反正那个好玩，知道吧？这人很奇怪的事情，所以你越想要抓他，他越往外。你越接受他的一切，他觉得家里温暖。所以很多太太跟我说：“师父，我没学佛没事啊，我一学佛，我老公现在很爱我，怎么办啊？”我说：“你以前没学佛，天天骂他，当然不逃掉啊。现在你学佛了，你想出家了，他正爱你呢。啊，你想？那我说你要借这个机会度他。维摩诘居士说的：‘抱我一下得解脱，多抱一下吧。’啊。”所以你要这样观想。那我讲的这个例子是真的，因为他想要出家，我说你一直抱怨就出不了家，你欠他多少债你就给他多少情，情还完了就没有了，自然就没有了啊，他就会放你去出家，或甚至老天会安排一个蛮不错的女生先陪他，你要放得下哦啊，因为你发了这个好心嘛。但是如果你回过头来不甘愿，那你就白念了。所以念一下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这是一定的，欠债要还债，这个都是安排好的。但是如果你用一颗善心，命运的好坏决定在你的心态。你从现在开始不恨人、善良、慈悲，后面好像都很顺。而我决定不恨。不抱怨不报复，那这样事情就改变了。如果你存着万一对方对不起我，我准备报复，不好的都在你后面。所以十法界一心所造，就是说你成佛到净土乃至下地狱决定在你的心态，所以负面的心态不要有。现在他们喜欢讲正能量负能量，是吧？负面的心态不要有，生气、恨、抱怨、
我们要存着一个善良、孝顺、报恩、慈悲、放下、包容。那各位要告诉自己，这个叫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了解吗？当你在念佛、诵经、修仪轨，不管你念什么，这是一个正面的心量。有正面的心量，所以讲话温柔、体贴，有智慧、有技巧，不要太直。啊，讲话绕一圈，先赞叹他，他高兴，再说他哪里不好，要有技巧。啊，当然了，如果对你的你师父，你要跟你师父，师父讲，不要直接，师父你要啪，我才会醒。这个叫入室弟子，啊，所以各位像我师父拜我师公叫入室弟子，他跟我师公要求，哎呀，老和尚啊，我32岁啊，看在同样是河南人的面上啊，你就收我做弟子吧。然后就交给我师公一个棍子，他说：“师父啊，你不要用讲了，你要锵才有用。”我这个军人，因为我师公也是军人，我师父也是军人，啊，所以我师公是在普陀山做和尚被抓，被国民党抓来充军的了。结果等他醒来啊，已经在台湾了，因为把他抓到船上去。啊，这就是那台湾的缘，不然我还没有我们这些子子孙孙呢。所以，但是我师父就是这样出家的。所以各位，因为师徒之间就不用客气了，因为我们要解脱吧，啊，但是对各位就不一样了。你看我讲话多温柔啊，啊，就怕各位跑掉，一直看手表，看手表。哎，差不多，时间到了，啊，好，所以。希望明天各位再来，好不好啊？你不来我会很伤心的。我这个人是重感情的啊！我每次一上课，哎呀，那个怎么又没来？那个人又跑掉了啊！所以以前我开公司，几个员工要离开呀、啊，有几次我学佛了，他们要离开，跟我讲要离开，我这边哭，他跑掉了，老板哭，他不敢辞职了，因为我的想法是。多少钱我都给你，只要不要离开我，因为我这边有佛法，因为我在带人学佛。以前我在赚钱，现在你们都不用出去赚钱，只要会学佛、会守五戒、会吃素，我天天给你薪水。啊，只要你学佛，用钱可以买人家学佛，没有问题的。啊，所以因为佛法是最圆满的。好，那现在要发给各位结缘品，那什么问题？先把今天的结缘品发给各位，一张是药师咒的，各位可以贴在手机上，好不好啊？啊，手机后面有个圆圆的，把它贴下去。啊，所有的咒都可以达到见即解脱、接触解脱的意思了。所以往生者，你用咒放在他头顶，他就可以脱离三恶道，而且药师咒念一下。求长寿得长寿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官位得官位，求男女得男女。这药师咒啊，药师佛讲了，而且可以得到解脱的心，不但身体不生病，心也不要生病。药师佛最大的愿是希望我们跟他同行同愿，有一颗琉璃心，就是菩提心呢、啊。啊，所以各位就把它，你带着。什么叫咒？有一位缅甸有大神通的老法师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什么叫咒？把佛的力量放在身上叫咒。”所以各位，你的手上带着咒语，多跟人家握手好不好啊？哇，他等于他在跟佛握手了，没事也要碰他一下，嘿，撞他一下，嘿，因为我身上带着咒。所以观音菩萨说：“你身上带着六字大明咒，你每一个细胞都在 Om Mani Padme Hum。”所以大家带在身上，还有两个，一个红的，一个黄的，念一下大随求咒。这个随求就满众生愿，好吧？而且死亡者带这个咒，上品极乐世界。今天你带这个咒洗澡，这个水流在地上，所有恶鬼众生碰到这个水，永离三恶道。这大随求咒。这里面有六个咒，包括莲师心咒、度母咒、药师咒，
另外还有红色的，另外还有一条，哎，念一下金刚神，这是3780位出家人共同念的啊。然后这次我请求他们呢，因为帮我念好，那又打一个结，这个叫金刚结，晚上睡觉怕不好睡的带在身上睡，他就不会来压你啊。然后就叫鬼魔不侵，但是冤亲债主还是可以找你，因为你欠他债啊，并不是你出家了吃素了就没冤亲债主，而是说这是你欠他的债，讲的是那些外债的啊。好，像过年一样发东西最好了。这边还有几个问题，赶快回答。明天各位如果有问题写一下好不好啊？等一下要发给各位牌位，牌位有准备吗？当然是。今天各位带几张黄色牌位回家好不好？写牌位，回去问你妈，妈，你有没有堕胎？要问啊，啊，堕胎要写。然后堕胎两个要写两个名字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取的名字是三归一，智慧的智，比如说你的名字叫陈阿妙，你有两个可以叫智阿智妙，这样他就归一三宝了，让你的胎儿。那你说四个呢？那你加你老公的名字进来，啊，五个呢？那加你儿子名字进来，那前面一个字是智慧的智，好不好？这样你自己取，如果你再不安心，明天提早来请法师帮各位取好不好？三归一。第二个，祖先一定要超度好不好？所以你姓陈一定要写个陈氏历代祖先，那你先生姓黄或者你太太姓李，你要顺便写黄氏历代祖先七世父母。这是我们佛教徒每天只要有参加功德都会回向孝顺父母超度祖先，一定要做，你才会有福报。所以各位等一下可以把牌位多带一些回去好不好？写，你儿子也要写啊，你女儿也要写，你女儿最好写什么情债债主，帮他超度一下，他不见得有，但是如果他万一有情债债主，你帮他写了超度，他就不会交错男朋友，了解吗？什么叫情债债主？明明 A 比 B 还好，你有情债债主，他就照你去找 B， 让你感情很痛苦，这样。杀业债主就要让你去开刀，明明 A 医生好，他叫你去找 B， 这样，然后呢，就造成开刀不好的。如果各位明天要写牌位，5:30早一点来，好不好啊？写写写，堕胎一定要写，然后往生的父母要写。如果你腰不好，你要写。附在腰上的业力债主要写一下，因为一般有一些痛啊，第一个是业障，第二个是鬼神，第三个是自己的问题，叫四大不调。但是大部分都一定有业障，然后你有这个业，你起心动念鬼神就附，那你就会痛，或是腰痛，或是膝盖痛，或是眼睛啊。这也是佛陀讲了生病的三个原因，念一下业力、鬼神、四大不调。业力要忏悔，鬼神要超度，四大要调整啊，这意思。那所以如果你这两个不做，你去吃药看医生，反而事情会越来越严重，因为你没有超度啊。好，来，大家专心听。第一个问题，如果发愿吃素中间不小心破戒该怎么办？继续吃，你不要找借口说那我就吃肉算了，因为不小心不是故意的，不是破戒啊，不是破戒。那就算你知道而吃了，那不过是一次而已，念一下佛号就可以忏悔了啊。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就不吃。怎么忏悔？你念地藏菩萨可以，或是念下来，嗡阿比拉吽嘎扎拉玛说哈，这就叫催肉往生咒，把那个肉让它去极乐世界。所以带着咒语也有这个好处，或是念药师咒，或是念唵嘛呢叭咪吽都可以，或是你直接念阿弥陀佛。重点是你各位太太请记住，你现在还没有
吃素，甚至你必须煮肉给你的先生吃。